相分享一下，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拆开了。我买了一些那个餐具，这是在 Zara Home 买的，我还是真的是在美国第一次买他们家东西，邮寄来还是有点慢。然后我就觉得他这一套今年新出的吧，就挺复古的，就有点像我们小时候那种玻璃碗。然后它这个是有两个 size， 这两个就是小碗，有两个颜色，一个绿的，一个橘色。对，然后这个小碗就是你看我放一个扁的蜡烛也挺可爱的，就是你可以装饭装汤都可以装调料。然后我还买了一只大碗，这个就可以装色拉，对，装一些就是汤啊什么的。然后配这个碗我就又买了几个这个盘子。我反正就是做的没有很精致吧，就不能和那些就是专门做瓷器的比，就是稍微粗糙一点，但是样子比较好看，而且我觉得配这个碗它们的色调在一起就蛮搭的，所以我就买了大概这么几个，四个碗四个碟子。我要吐槽一下，就是这个碗我当时买的时候它背面不有那个标签吗，我真的洗了好久，非常难洗掉，先拿吹风机吹，然后再拿酒精棉去擦才弄掉的，这个就这个标签弄得不太好。还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给小朋友买到的童装，叫 Kenzo 的这个牌子。去年的时候就给小郭买了他们家的这一套，就是一个白 T 恤老虎头的，还有这样的一个纯棉的小裙子。然后穿了一年考验了一下，发现真不错，就是它的白 T 你看没有洗的，就是最后黄了，像抹布那种，当然洗的时候肯定要放一些就是漂白的东西嘛，然后还是很新，就是个面料啊都挺好看的。我就看他们今年春夏有没有什么新品，给小郭又买了一件他春夏的这个新款的 T 恤，他今年就是这种大老虎了，然后这个是有一点点粉粉的感觉，为了配这条裙子，这个是他们今年的新款，它是这种不是纯棉的，有点像滑滑的那种雨衣还是风衣的那种料子，是这样的一个小散摆的裙子，侧面是有两个口袋，口袋上就是那种刺绣的老虎，我觉得特别有特色，是这种灰色的，所以就打算给小郭这样配一套，对，上面一个 T 恤，下面一个老虎裙子。然后呢我还买了两件外套，这种滑滑的材质，但是特别柔软，就是不扎，然后上面有这种布料的这种暗格的，一个粉粉的，背面是这样的 Kenzo 的，就是这种，我就觉得夏天嘛，春夏这种双层夹克还蛮实用的。那假如说里面要搭配这样的一个小 T 恤，穿一个这样的小裙子，或者是搭配在之前这个小裙子都能搭，所以这个夹克我也很推荐。然后给哥哥也买了一个，也是今年他们那个新款的这个夹克，也是 Kenzo 的，就是也是这种稍微软一点薄一点的，就像防风夹克的这种面料的。这个是浅蓝色，也是前面有一个这个老虎的图案，背面也是这个老虎，所以这样一个浅浅的夹克。那这一件呢我就打算给哥哥配的是这个短裤，这就是纯棉的，然后是一个也是这种有点灰蓝色吧，然后侧面会有一个 Kenzo， 就是纯棉的大短裤。但是很奇怪，他们家好像没有七岁的 size， 就是要么是六岁要么是八岁，所以我就往大了买嘛，买的八岁。总之就是今年 Kenzo 这个新款我还真觉得有几套比较好看的，对，分享一下。好，就是今天的开箱。记录一下今天的晚饭，今天吃的非常素，就是弄了两个色拉吧，这个是那个生菜，我煎了一些那个蘑菇放进去，然后要跟大家推荐这个我新买的橄榄油，黑松露橄榄油，这个特别香，我刚才倒出来它就有超级超级浓郁的那种松茸的味道，非常非常香。这边我就用的中式的凉拌的方法，炸了点葱油啊，然后里面有胡萝卜，还有那个这种绿色的就像花菜的这种，然后放了蚝油，花椒油、香油这样拌的，对，然后放了虾仁，对，所以比较素的一餐，配的是大麦糙米饭。Hello， 大家早上好，刚出去了一趟，现在回来了。
礼拜六嘛，就是我比较忙的一天，一大早起来给两个小孩弄饭，然后哥哥就是爸爸领着去打网球，然后妹妹我刚才开车送去课外班跳舞去了，准备一下我要再要去接妹妹，去接妹妹之前哥哥应该就从网球课回来，我要带着哥哥一起去接妹妹，然后直接到另一个小朋友的生日会上去 party 去，哥哥由爸爸带着上网球课回到家，那个之前我们出发之前我还要准备好哥哥游泳的东西，因为一会儿带着他们俩去参加生日会之后，生日会没完我们就要赶时间去哥哥的游泳课，然后我就要带着妹妹一起直到游泳课结束我再回家，原因是我老公也不能分头出门帮我送，因为我们家一会儿来那个电工修外面游泳池里面的喷泉啊，所以就是这样，我现在半个小时除了要给哥哥准备游泳的衣服以外，还要准备那个小朋友生日会的那个礼物的包装，同时还要把我这个早上洗过的头发稍微弄一弄，因为现在就是特别没有型，特别乱，还没完，还有一点点小活给你们看一下。礼拜六嘛，就是妈妈们好忙的一天，反正有大一点小朋友的妈妈都是跟我一样的，整天就是接送接送接送。给你们看一下，这是我们昨天晚上请朋友来吃火锅的这个残局，因为昨天吃完都天黑了嘛，我就没有收，就把这些火锅都放在这儿。今天就是要修那两个，就是这边一个还有这边一个，就是有两条鲤鱼，它其实是可以喷水的，但是从我们搬回来以后呢，他就一直没有好过，今天就找了一个电工，待会儿就是十点钟就过来帮我们修这个东西，还不知道能不能一次修好。那我现在就开始收拾我的各种东西和包了，然后看我的皮肤是不是已经变得特别好，好开心，特别是斑点去掉了，真的特别开心。大家分享我最近特别爱用的是这个 Ultra Sun 这个牌子，好像是瑞士的吧，就是专门出防晒的嘛，然后它出了一个防晒的护手霜，就它是 SPF 25的，虽然没有太高，但是我就觉得把它放包里随时补涂的话，就夏天特别好。因为大家看我的脸和手，就是你看手不怎么护理和脸就完全不一样的效果，所以我觉得我真的应该在乎一下手部的护理。这个比那个你把防晒涂到手上，它是很滋润的，就真的像一个护手霜那样，但是它又有一定的那个防晒的成膜感，有防晒值，所以我就觉得应该是比较好护理手部的。好的，我现在就要收拾东西，先准备小朋友游泳的包、gargle 还有洗发水、快浴巾，然后一套游泳衣。还有，因为待会儿接小郭，他是跳完舞，他整个上身穿的跳舞练功服，就是露着胳膊和前胸的，所以给他带一个那个小小开衫，反正就是得想好怎么衔接都穿什么，还要给他拿一双运动鞋，因为他那个是跳舞鞋。对，我先把这个放到车里去，然后这边是昨天买的那个袋子，因为明天还有一个小朋友过生日，所以买了两个，然后把礼物装一下。送小朋友生日乐高就是永远不会错的选择，小郭还小，好像现在还不懂自己给小朋友画贺卡。粘上。哦，对了，哎，我跟你们分享，我那天也是买护肤品，他送的小样，我发现这个香水好好闻啊，这个叫是 Tom Ford Bitter Peach， 它是那种桃子的香味，有点奶茶的感觉，就有一点奶。但是一点都不甜，就是有点苦苦的那种桃子，但是又不带烟熏感，就是不像 K 恋家那个好女孩变坏是烟熏的桃子，这个没有，这个我觉得蛮好闻的。我回头想看看大瓶的长什么样子，如果瓶子好看我可能会考虑买一个。稍微收拾一下头发，因为昨天晚上吃火锅了，我就今天早上起来洗了个澡，否则那个真的是头发里面，就是先上这个植村秀的这个润发的那个精华乳，就它上完头发就会非常的顺滑，但是完全不粘，就是还是那种很蓬松的感觉。然后我再上一点它这个发油，发油特别少，就是两滴发油，你就只弄一点点在这个发尾的位置，弄
弄过之后头发好像就比较有质感一点，没有那么蓬。头顶的头发我一般会用这种卷筒梳，我去稍微吹一下，因为我之前烫那个蛋卷头，虽然就大家感觉我现在没了，但其实一洗完头发还是有点弯的，就是这部分往下还是在的，所以要把它吹直。我一般就是这样分一小绺。稍微顺两下它就直了，对吧？就这样倔强的立着。今天就这样吧，也不化妆了，反正戴着口罩没时间化妆了。被子也没有叠，看不见看不见看不见。大家看我最近喜欢搭配，穿这个 COS 买的，就是紧身的这种开叉的黑裤子，它是高腰的，挺舒服的。然后上面搭配这个三宅一生以前买的这个衬衫，非常舒服，就是很好活动，弄个小孩啊，蹲一下什么都没问题。外面加一个米色的西装，西装是这样的，我很喜欢这个颜色，好像今年夏天除了白色西装就比较流行这种，就是有点像豆浆，就是有点发黄发绿说不清楚发灰调的这种。然后它那个你看袖口和这边有的那个黑扣子点缀一下，里面像两件西装的这种，所以我觉得蛮有设计感的，也比较宽松，就是活动起来也非常的舒服。但是我这个就是那种叫搭巴 girl， 我经常买他家衣服，但为什么不能给大家推荐，经常没有了，就是他可能那个量比较少，然后卖光就没有了，而且我要等海运，每次就是都要一个月以后我才收到，就等我穿上他的时候他已经卖光了，因为都是我就是一个月之前下订单。但这种就是东大门的衣服吧，它质量就一般，你比如说你看我这个地方它就总是翘着，反正就是有一些做工上就是没有那么精良吧，但是我就是喜欢用它们来尝试，因为毕竟没有那么贵，尝试不同风格颜色啊什么的就没有那么伤钱包。就假如比如说这类的风格或者我真的是很喜欢穿着也很实用很舒服的话，我可能会考虑以后买一个比如不一价点的类似颜色和款式的西装，所以就尝试一下蛮好的，但是经常踩雷，所以我不敢怎么给大家推荐。但是有的时候我还是挺喜欢他们家单品的，然后大家也会问，但是哎，很遗憾有的时候那个链接就没有了。刚打完激光，我不想脸被那个太阳晒，所以我有十分钟我打算到院子里稍微收一下那些板，所以我就戴上了 hiking 的帽子。加州这里就是太阳实在太足了。自制一杯奶茶在路上喝，你就买这种有点甜的这种什么水果茶，我是农夫山泉玫瑰荔枝红茶，然后往里放了几个冰块，因为待会儿要带小朋友就是一直开车一直在外面跑嘛，就要冰一点比较好喝，然后再加点牛奶，直接把牛奶往里面倒。然后你还可以加一点那个椰子奶，我这个好像是椰子的 cream， 就是比较稠的那种，我挤到上面一点点椰子在上面搅一搅。哇，跟外面的奶茶差不多。好，这个带在路上人生处处有惊喜，太棒了。哦，好了，终于把两个小崽子弄上车了，然后我们现在就要去那个 birthday party， 我看看地址，还好离家里比较近，我们现在就导航过去吧。哎呀，我的天，热死了！现在要送游泳课，我天，今天好热，然后外面又特别的晒，我也不敢摘口罩、摘帽子，因为怕脸被晒。好，我现在继续赶场子去送游泳课，到了游泳学校再换衣服。
不要问我是哪个游泳学校，我不推荐这个，学了好久都没有学会。是游完泳开回家做饭，然后下午2点钟还有小朋友的同学到家里来玩，然后3点半小郭是美术宝，4点半哥哥是小提琴，这样一天就过去了。我现在周末的时间就是以半小时半小时为计，回到家就先把游泳的东西还有上星期什么学校的睡袋先洗上。修好了，这边是两个小鱼的 fountain， 不过喷的好小啊。Hello， 现在是下午4点多，我们要去学小提琴，今天最后一个课外班项目了，我已经累得不行了，刚才还练了一会儿，妹妹上完了美术课，哎，太累了，还没想好晚上吃什么，我估计我要打包点什么，做不动饭了。今天中午又是我和我老公两个人的午餐，就吃的简单一点。这个是我之前包的那个馄饨，我打算把它生煎一下，然后再拌一个豆腐丝和白菜的小凉菜，把这个冻的馄饨直接放进去。我这个馅儿是纯肉的，肉和虾仁的，对，所以这个煎完还蛮好吃的，很香。放了陈醋什么的，然后我想放点辣椒。哇，这个好香啊，闻起来特别香。放一点，拌一个豆腐丝和白菜。这豆腐丝是我买切好的那种五香豆腐丝，已经有一点点五香的味道，而且切好了非常方便，直接拌就好了。但是我还是想用微波炉，就是稍微打一下，让它稍微热一点，会口感好一点。然后我这边就是白菜的那个白菜帮，不要叶子，因为叶子凉拌了口感不好，白菜帮就比较脆嫩，水分多嘛。花椒油放多了会苦，加一点鸡精，再放蚝油。喜欢吃辣还可以放一点辣椒油。好，然后就拌好了。这个菜最好拌完马上吃，因为白菜很容易出水，出水就不好吃了。做饭的时候经常吃零食，给大家推荐这个旺旺雪饼，就我们小时候经常吃的。我最近研究了一下哈，因为要给小朋友带每天的零食，它这个是不油炸的，不含反式脂肪的，就是蛮健康的一个零食，所以我特别推荐。我们家小孩挺喜欢吃的这个旺旺雪饼。Hello， 大家看看是不是很壮观？这是我们新买的一套这个监控设备。做了很多调研，最后选的这一套就是这个 Google 的摄像头。这一套超级 fancy 的，你看它这个摄像头就是它是吸力吸在上面的，所以就把这个东西定在比如说房檐下墙上，然后吸进去，所以买了很多个，今天找 handyman 来装一下给你们看。这是我们家原来那个房檐底下旧的这种灯，这次买了这个新型的这种灯，更好看一点，应该也更智能一点，打算把这个换上去。我想给这个花瓶里的花换一下，这是去年大概秋天的时候弄的，所以它就是秋天的颜色。然后这里面有真有假，大家能看出来吗？
就是这个黄色的叶子都是假花，这个像绣球一样的粉色白色，这个是真的干花，就是我从院子采下来的。因为现在是快夏天了，所以我想换一下，就给它弄成绿色调的。所以原来是这样子的，在外面干活要戴上帽子。好了，换上了这一个叶子，是感觉比较夏天了。这有点像橄榄科的植物。好，就换上一些夏天的感觉和颜色。哦，装这个还挺费劲儿的，还要开一个电源，所以它这个吸在上面就可以随意转动方向，是吧？应该还有个锁，否则。这个好像还没装呢，否则的话被人一揪掉就走了，因为它是吸在那上面的。新装的几个监控都弄好啦，你看这就可以看到后院，这样我坐在屋子里可以监视小朋友们。好，这样就可以在我手机上监控所有的房间喽。记录一下今天的晚饭，今天我第一次也是第一次买吧，买的这个叫什么银鱼，它这是冷冻的，我打算银鱼炒鸡蛋，另外一个菜就打算荷兰豆炒腊肠，再放点胡萝卜炒一个，还切好了一盘黄狮鱼的刺身，这我在乌意上买的，就是那种可以做寿司生鱼片的那个黄狮鱼，然后直接切片，自己弄个芥末就好了，很方便。好了，这就是今天的晚饭，腊肠、香肠炒荷兰豆，这个是蛋炒银鱼，还有黄狮鱼刺身。米饭呢，就是我们家很少有人吃。郭郭，你来吃饭啦！好棒！你尝尝这个，你尝尝这个里面的银鱼和炒蛋，这个很好吃。你来块鱼好吗？好吃吗？是的，是的，多吃点啊！我要吃米饭。嗯，吃米饭。哦，小心，你的米饭在一个花朵里是吗？嗯。再吃点鱼，多吃鱼。哎，好的，好吧，好吧，多吃鱼会聪明啊，多吃鱼会长高高。